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再次收看成本会计的课程播出。在本讲次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一个新的一个成本制度，就是作业基础成本制。好，那我们在本讲次要跟同学介绍的主题有下列这几个。第一个就是有关作业成本制的意义，第二个就是传统成本制的缺点，第三个是说 ABC 制的优点，还有 ABC 制的功能。好，那接着是有关传统成本制与 ABC 制的比较。好，那第六个就是作业基础成本制的实施步骤。好，那我们依序来跟同学介绍啊，加以说明。首先，什么是成本作业基础成本制呢？所谓作业基础成本制的话，就是 activity based costing， 也简称为 ABC 制啊。好，就是说作业基础的成本制是把我们产品的制造过程划分为一系列的作业并且把制造费用归属到各项作业然后再以每一个产品对作业耗用量为基础，直接把各项作业的成本分摊到产品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的话，可以简单的讲是跟我们传统的成本制度是不一样，它不再是单纯以数量来作为成本分摊的一个标的依据，而是按照它的作业精神作业标准来区分这样。好，那我们了解它的意义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说刚才有讲说作业基础的话是跟相较于我们的一个传统成本制度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成本制有它的一些缺点存在那我们传统成本制的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是说传统成本制是把它采用分批或者是分部的制度那这种的话它是按照部门它的制造费用是按照部门来累积，然后将生产部门跟服务部门的费用以数量为基础分摊到这一个产品的单位，所以又称为这个数量基础的成本制那数量基础制的话，它会有下列这几个不正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很多制造费用的发生跟数量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传统的成本制都假设数量是来分摊我们的制造费用的一个主要依据或标准，但事实上这跟事实是有不符的。第二个的是，当我们的产品具有多元或特殊化的时候，我们的传统的成本制没有办法说很精确的来处理这些项目所以说基于这两个原因的话，我们的传统成本制来讲，在我们的一般这个成本的分摊的方法上来讲，并不是非常的正确所以说会有这一个作业基础成本制，也就是 ABC 制的产生那 ABC 制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的优点的话是第一个，产品成本的归属更直接，而且是产品成本的计算更正确这个是我们 ABC 制的它的一个优点。那第二个优点的话是什么呢？第二个优点的话，它是使成本与各项决策的方案更具有攸关性那这个让我们在这一个做成本的决策的时候不会说受到一些跟决策无关的这些因素的干扰而做错误的判断，所以作业基础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提供的资料会跟决策会更有更高的一个相关性。第三个是可提供各项作业资讯，有利于评估作业之绩效跟合理性加强我们的成本控制因为我们要进行这种作业基础的一个成本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建立在一个比较精确或比较好的这种作业的系统或者是作业的这些评估那你当你进行这些系统或作业的评估的时候无形之中也会改善我们的这些经营的绩效，或者是让我们的作业能够说更具有合理性那第四个，它 ABC 的优点就是说会使我们的成本分摊更精确使我们的定价策略会更合理尤其我们知道说现在的市场竞争的非常激烈，其实各种价格之间的差异可能甚至都是非常的微小，说不定都是只有几毛钱的这种
在从事这种价格竞争。那你这个价格竞争的话，你如果说能够说很有效的提供这种成本的资料的话，可以让我们在企业在从事这个价格竞争的时候能够更具有竞争力啊。好，要不然来讲，我们的成本只是一个大耶稣，那我们要对外要去更加从事价格竞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掌握到说，那我们真正的能够说哦，调整空间有多少？好，那以上这几点就是我们这一个哦 A B C 制的优点啊。那 A B C 制在这些优点之下，我们哦那个作业基础就是 A B C 制的它的功能哦有下列这几个啦。好，那它的第一个功能的话，好就是避免因使用不具因果关系的分摊基础造成。哦，成本的扭曲跟成本的交叉贴补的这种作用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哦，这一个很多的这个成本的分摊的话，如果说你使用的是在传统的成本制下，它本身如果不具有这个因果关系的话，那我们的成本的分摊的话，可能会造成这种成本的扭曲呀，啊，哦，这个。这种现象的话，在传统成本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在 ABC 是可以大大的改善这个问题呀，啊。那第二个的话，可以避免哦数量使用多的分摊哦较多的成本，啊，而数量少的分摊的较少的成本，而且这样会一般使用哦使用成本与数量有递减关系的观念不符合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传统的成本制度之下，我们通常是以数量的多寡来分摊我们的相关的制造费用或相关的费用，通常来讲是使用的数量越多可能你必须分摊的成本就越大，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其实跟我们一般的经济学上的理论是不符合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经济学上有所谓的经济规模的这种理论，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用的量如果越大的时候，可能分摊下来的时候，说不定我们的单位会我们的边际的成本可能是越低啊，但是这个理论的话或这个现象在我们的传统成本制下是被忽略的，我们纯粹是只有认为说成本跟数量是具有直线的关系，只有当你的数量用得越多的时候，你的成本就越高，但事实上来讲可能实际的状况可能会刚好相反，就是说有些东西的话，你产品使用的数量越大的时候，说不定你所分摊的这些成本可能是相对是越高，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说任何的成本里面它有一部分是固定的一个成本，这种固定的成本不论你多少数量哦，它都基本上都是存在那边，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能够说哦，按照 ABC 制就可以克服这个现象，让我们的成本分摊跟不再只有随着这种数量跟成本具有直线的关系这样子。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些哦传统成本制的缺点跟 ABC 制的哦作业基础制的它的优点跟功能以后，我们等一下再跟同学介绍这两种方法的比较。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个传统成本制跟我们的作业基础制的这些差异以后，我们接着来跟同学做一个哦传统成本制与作业基础它的一个比较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说传统成本制它在制造费用的分摊的时候是以数量来作为成本的基础啊，而作业基础哈成本制的话，则是先按成本动因来分摊后，再归属于产品的成本呐，啊。因此，他们两个之间是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性啊。那我们以这个图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传统成本制在这边是传统制，那作业基础制下。哦，作业基础成本制下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其实我们的成本，哦，大概可以分为直接成本跟间接成本这两类。通常直接成本我们就是不管是在传统成本制还是作业基础成本制，我们对于直接成本我们都是
直接的把它分摊到各个产品里面啦、啊。好，那直接成本，我们如果可以直接，我们就直接把它分摊。那而他们之间比较大的差异是在这个间接成本的部分。那间接成本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分成两阶段的分摊呐、啊。好，两阶段的分摊就是分摊到，好，在传统成本制就先把它分摊到部门，然后再分摊到。第二阶段再分摊到产品，那在作业基础制下，它是先把它分配到哪里？分摊到作业单位，然后再把它分摊到产品里面。那我们来看，在第一阶段要把它分摊到部门跟作业单位的时候，传统的成本制的话，它就是直接按照部门别，把它按照数量，全部的按照数量就把它分摊到各个部门。好，那作业基础的话，它是按照成本的动因啦，先把间接成本分到各个的作业单位啊。同学请注意一下，作业单位可能就跟我们传统上或者是一个公司一个组织里面的部门，可能是并不一定是相等的哦。因为我们知道说部门可能是一个行政的组织，但是作业单位可能是一群哦，这个工作的一个结合啊，这两个可能会不一样啊。那传统的成本是到部门，然后作业基础制的话是到作业单位，那分配第一阶段分配到部门跟作业单位以后，进行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成本制是按照数量基础，是把它再把各部门的成本分摊到我们的产品里面，但是我们的作业基础成本制是把各个作业单位的成本按照作业动因把它分配到成本产品里面，所以最后的话我们都是要计算产品的成本，但是它的过程里面所应用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比较出来说，我们的传统成本制跟这一个作业基础成本制两个的差异。好，那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个差异比较以后，我们接着的话，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跟同学说明啊。好，我们举例来讲说，好，这个甲部门生产，好，一月份的甲生产部门，它一月份的机器维修成本总共有发生的这些内容啊。那如果说以传统的成本制来分配的话，它可能它的费用明细可能会呈现的是，比如说它发生的是。这个工资50万，折旧是25万，那水电费8万，材料7万，还有其他杂支是10万，总共加起来的话，甲部门的甲生产部门一月份的这个制造维修，它的费用是发生了100万。那这一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工资折旧水电水工资折旧折旧水电这些费用的话，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科目啊，它里面来讲就是一个数字一个金额哈。那这个的话，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来知道说它到底，它的这些跟我们的生产之间有什么直接很大的关联性的一个公司。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用传统的成本制，而是用作业基础成本制的话，好，那我们会把这一个100万的这一个费用，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一个呈现啊。那这个呈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可能我们100万的费用，其中花在检验的金额是40万，好，花在这个测试的金额是20万，花在维修的金额是16万，花在安装的金额是14万，花在这一个拆解的部分是10万块，总数加起来也是100万。但是同学可以发现说，我们这里面所呈现的这个各项的这一个金额里面来讲，各项的金额的明细，它呈现的是以你的作业，而不再是说以我们的传统的会计科目。这个就是我们以同样的这一个甲生产部门，它的一个机器维修这个部门的话，它所发生的这些费用同样的100万的话，用传统成本制跟这一个表达的跟作业基础制的表达所产生的不一样的一个的现象。那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在这样的不一样的以后，我们知道说作业
检验、测试、维修这些作业的会比我们的传统会计科目更好。那他们这些作业的话，我们要按照什么样再把它分摊到我们的这些成本呢？好，那我们来看，好，它的刚才有我们有看到说，我们这个甲部门的甲生产部门，它的费用是100万。如果按照这个作业的标准来看，它实际上这100万是做检验的有40万，做测试的20万，做维修的有16万，做安装的14万，做拆解的有10万。那这些检验、测试、装、维修、安装、拆解这些金额要怎么样子分配到各个产品里面呢？那我们可能就是用成本动因这个方式。那我们按照这个动因的标准，看每一个产品使用了多少的这些标准来看。比如说我们检验，我们可以用检查的次数，你某一个产品你检查了多少，所以你就分摊的这40万，就按照这个次数分摊到各个产品里面。那你这个测试的话，跟机器的测试，那可能就看你机器使用的时间，哦，这个是使用的多少，好，那我们来测试了多少，好，那是按照机器小时的这个动因来做一个分配。那如果维修呢？因为维修也跟机器的使用也是有，使用的越高，哦，你可能你维修的成本就越大，啊，所以这个也是按照机器小时。那安装的话，我们知道说安装的次数，如果说每一次每一次都有安装的成本，所以次数越高的话，也是会有安装的成本。所以我们安装的作业成本，我们就按照这一个安装的次数来加以区分。那拆解的话，可能就是跟哦我们这个直接工时有关，我们就按照这个。那我们知道说，按照这每一个动因的话，就是说跟我们每一个作业之间就比较有比较高的一个关联性啊，啊，所以说根据这一个动因啊，成本的动因来这一个来分配分摊我们的作业的成本啊，会比我们传统上是只有按照会计科目哦来会诊的话来分配的话会更有效啊。好，那我们相信说同学如果说以这样子大概可以了解说传统成本制跟哦作业基础成本制的不一样啊。好，传统成本制来讲，它这个费用的科目是按照传统的会计科目别，那这个因为会计科目对于整个的作业未必是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所以它是只有按照一个什么单一的一个数量的标准来做一个分摊，好，那当然这个可能就会比较不精确。那在作业成本基础制的话，它对于成本的分类不再是以会计科目，而是按照各项的作业标准，好，按照各项的作业标准，那你实际上是发生在什么作业，那作业的话分摊到成本也不再是按照数只有按照数量，而是按照各种啊作业它是实际上的这种动因来区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ABC 制就是作业成本制的话，它的一个准确度会比较高。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我们等一下再跟同学介绍说我们要实施作业成本制的它的一些步骤。好，那我们刚才也跟同学比较了传统成本制跟作业基础成本制的这些差异了以后，我想我们同学一定是对于这个作业基础制 ABC 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是说，那我们要实施这个作业基础制它的一个步骤是怎么样呢？当然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实施步骤，但是基本上来讲他们有一些大同小异的步骤，都是有不外乎下列这几个。第一个就是单位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我们的资源成本跟主要的作业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分配我们资源成本到我们的作业单位好，那第三个的话分配作业成本到我们的成本标的，也就是根据我们的成本动因来加以区分这个是我们实施那个作业基础成本制的一些基本的这些步骤好，那我们这三个步骤，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说，好，我们要确认资源或资源成本的跟它的主要作业的这个步骤的话，我们有下列这几个那个
方法。第一个就是说，哦，我们要确认的是，我们一个是单位的层级的单位层级的作业啊，好，哦，那单位层级的作业的话，好，哦，还有第二就是指的是说，以个别产品直接相关之作业，以生产之数量成正比例的关系呀，啊，好，哦，这个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直接材料的耗用，好，哦，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单位层级的作业。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批次层级的作业啊，批次层级的作业是以生产批次直接相关联的作业，以生产的批次成正比的这种关系啊。例如我们每次生产前机器的安装啊，这种的话就跟你的作业的这个层级，好，就是跟你的批次有关啊。好，那通常批次层级的作业通常跟生产的批次是成正相关的。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产品资源的作业啊。好，那产品资源的作业就是指的是资源啊，特定产品制造的作业，与产品的种类多寡有关呐。好，例如我们的产品的设计作业啊，好，这些是用来支援我们特定产品的制造的作业，而且这个的话跟产品的种类多寡有关。通常如果说你的产品种类越多的话，我像我们刚才讲的产品设计，当然它的成本就越高这样子。好，那第四个就是产物的资源作业啊。好，产物的资源作业是指好，维持厂房运作及资源生产的作业啊，通常无法直接归类到上述三类的作业啊。好，这个比如说像我们的一般的人事啊、会计啊这些的话，都是我们没有办法说直接把它分布到某一个部门、某一个产品或某一批次里面，但是它却是维持我们公司营运或者产物运作它所必要的啊。所以这种的话就是产物资源作业。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实施我们的作业基础成本制的话，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确定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成本跟我们的作业啊。那这作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刚才这通常见的这几个标准这样。那如果说我们的成本跟我们的作业如果说确定了以后，那我们接着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把我们的资源成本分配到我们的作业里面去啊。就是说我们第一步是把我们的成本不是直接就到我们的产品了，而是先到我们的作业里面。那作业分配资源成本到作业之前，就是要选择适当的资源动因啦。成本与作业间的因果关系是考虑成本动因的最主要因素啊。那常见的成本动因有下列这些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第一个人力，好，我们就是人力是我们一个使用的这种资源的一个成本，我们会花一些人力的成本，但是人力要怎么样子把它分配呢？要根据什么来分配？那就是我们的资源的动因啊。动因的话，通常我们就是使用工人的数量啊。你看哪一个产品或哪一个单位使用的工人人数越多，当然你分摊的这种成本就越多哦。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人力的话，那它的动因按照它的使用工人的数量来分的。第二个的话，比如说品管啊。品管的话是维持我们生产的一个产品的品质啊，那这个品管的话，这也是我们生产必须要的成本，但是这成本要按怎么来分摊呢？通常我们都是按照使用品管人员的工时啊，好，你如果说品管的工时越多的话，那代表是说你用的就是分摊的成本就越高啊，好，所以说我们品管的话，我们就按照工时的比例啊，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水电啊。那水电也是我们生产的必要的一个成本。那水电通常我们会跟你使用的面积或者是人数或者机器数这些有关，所以我们可以按照面积或者是人数来区分呐。好，那接着是我们的会计。会计虽然是说在生产上他没有直接从事生产，但是会计却是可以来服务或者是支援我们的生产。你如果说没有会计的话，可能你很多的成本的记录或者是成本的计算或者是这些单位的这些成本资料都没有办法呈现，所以会计也是我们的一个间接的一个生产成本之一。那会计的话，通常我们
会计这个成本要怎么分配到各个产品呢？通常我们也是按照说我们使用的这些会计的工时啊，使用的越多的话，我们就是分摊的越多。好，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是机器设备。举例来讲，机器设备那也是生产必要的一个成本。通常我们机器设备的话，我们是按照机器的时数来加以分摊呐。好，那接着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的资料处理，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花的一个生产成本。那生产成这个生产成本的话，按照哪里？实物上我们实际上按照这些资料处理所花的这工作时数来加以区分啊。你如果处理的时间越久，当然你这个成本分摊就越大。好，那当然我们最后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要保全，任何工厂要保全，那保全的话，通常这个保全成本我们按照保全的面积、使用的面积来区分这样。好，那以上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把这一个资源成本怎么样子把它分配到我们的作业，我们就寻找出来各种的标准，也就是称为动因啊。好，那我们如果说各个作业都已经分配好了以后，那我们其实我们最后的话不是只有把成本分配到作业，而是要把作业的成本分配到我们的成本标的，也就是我们的产品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劳务里面啊。好，那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是要怎么分配呢？我们通常是在分摊前，我们先计算各个作业的成本分摊率啊。好，那再按照各个实际上使用的状况，将这种作业率分摊到成本里面啊。那成本的分摊率的话，通常它的公式就是说，我们的作业成本去除以我们的成本动因，这个就是我们的作业分摊率啊。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步骤了以后，那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这个成本的分摊里面，好，作业跟产品的动因有下列这些的话，那我们来跟同学来看一下，好，我们好这一个来跟同学说，我们的整体出来说，我们的作业层级，我们的主要把我们的作业层级分配到我们的主要作业，然后到我们的成本动因啊，好，那作业层级的作业，我们刚才也讲，我们有单位作业层级，有批次作业，还有产品的资源层级，还有我们的常务资源层级，这几个层级，那我们每一个层级我们再把它找出它的主要作业，我们可以讲说，比如说在单位上我们有逐项检验，有机器动力，那这个逐项检验的话，我们可以按照生产数量来做分配做动因，那机器动力我们按照机器小时来做动因，那批次作业的话可能会它的作业有机器安装、生产排程、采购订单，那我们机器安装我们就按照次数，那生产排程我们就按照批次的多寡，那采购订单就按照订购的次数来做动因。好，那另外来讲，就产品资源的话，有产品设计还有零件管理。产品设计我们就按照产品的种类，通常种类越多你设计就越多。好，那零件管理就看零件的数量。好，那我们厂务资源的系统的话，我们通常来讲有比如说厂房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作业或人事管理。好，那厂房管理我们可以按照我们面积的大小，好，那会计作业我们按会计工作的时数，好，那人事管理按员工的人数，各个动作各单位或各的产品的员工人数，好，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表里这个图里面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各种不同的作业层级，我们可以找出它不同的这些作业别，那根据这个作业别，我们根据它找出它的动因，把它分配到我们相关的这一个产品或者是我们的成本标的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成本作业基础的成本制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精神。好，那我们谢谢同学的收看，我们下礼拜再见，谢谢。